这句论在跳科目三是不是？啊，我问一下，科目三到底是什么？我问你，什么是科目三？就是科目三。科目三就是科目三。我怎么知道？科目三到底是什么？科目三好听的歌。就一首好听的歌，他会继续在那边跳舞就对了。对。因为很多人跳好像感觉不太一样，我们请同学都会跳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同学一个一个跳跳，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才艺啊？这位听说是专家，你第一个跳好了。好，来来，预备，来开始。要不要一起哼歌一下？这个，这个专业呢？这个是，这个手速很快哦。整首的，这个看起来真的不错哦。这是你手的，我也学不会。好，不要厉害呢，你会整首的啦。旁边还有人在哼一些歌。你全部都记得啊？全部都记得。好厉害厉害，这个可以100分吧？啊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来换这两位，预备，开始。而且两个，就这样。这叫科目三秒，不是科目三。好，来，还有没有？换这一群后面就要有带舞的就对了啊。啊，需要带舞不要了，确定不要。我是你的假想敌。我是。预备，来开始。有专门带舞的、啊，哇，这个带舞的太快了。哇，这个跳舞是一件很不错的运动啊。这是在发牌是不是？没有，是在切东西的。啊，切东西啊。搓东西一样。搓东西啊 ，OK。还跳得完吗？跳不完。跳不完。这变成广场舞。你这哼歌哼得不错哦。好 ，OK。我觉得你可以来哼歌，你要不要再哼一下？假音子。那接下来换这一组，我们有专业的配音。好，来，开始。这是。可以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配乐？接下来这一组要再来一次，那我就请配音团准备了啊！这次配好听一点啊！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每个都不一样的动作。这是自己乱舞就对了呀。好，你谁播啊？拜拜。切菜。好，这个就要停下来了，不可以。这是洗澡动作。这是装可爱动作。我后来发现啊，是不是你们的动作有点像在指挥交通？那边。现在是整团打乱就对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开始。就是乱跳了，广场舞的感觉了哈。啊，这个路人甲底下的，我来选。那这个持续要跳多久？一个小时是不是？8小时。感觉有一些Bobby的动作嘞哈。Bobby 那个啊，好了，多运动都是好事啊，不要跳过头就好。好，跳好了，好，OK， 以上。